老公，为什么非要打电话说呀？我在公安系统很差的。不是宝贝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不再跟你确认一下子吗？完，我挣钱，完我娶你回家呀，是不？讨厌，就会想美事。哎，我跟你说呀，上次你投的少，就我挣几十万的好机会，这是最后一个内部参投的名额了，你不投点，到时候会后悔的。那你投多少钱呢，宝贝？我投了35万，返回来40多万呢。妈呀，返那么多呢？那就够了，小富即安嘛，够咱俩生活了。有钱人生活太痛苦，你都不知道。不是啊，这一个人啊，就一个名额，最多就投50万。要不然你得珍惜啊！你看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你咋没骗过我呢？我骗你什么了？那我心不让你骗走了吗，心安？你讨厌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啥正经啊？多难得啊！是，我也知道机会难得，关键是现在我兜里钱都给我父母那块把着呢，一分也不给我呀，就剩1000块钱了。1000块钱你好意思要吗？你不能好意思要。不是，那上回1000不就挣2000吗？这怎么还能是1000呢？上回1000挣2000，上回那1000不也是我爸给我的吗？完挣2000，我就把那1000还我爸了吗？现在这事儿早让我爸知道好了，让他知道的话，家里那1000多万他都能支援给我。你爸做什么的呀？那么有钱？我爸嘛，普普通通农民伯伯，没上过多少学啊。完了，后来这是政府拆迁了，给了1000多万，这一下富裕起来了。你说，要让他知道多好啊？咋的能给咱投100万呢？那太好了，那你赶紧跟爸说呀，咱这是好事儿。那你亲我一口。哎呦，讨厌！你赶紧跟咱爸说嘛。不是，我能跟他说？关键我无凭无据的，我咋说呀？不是你前几天不已经1000变2000了吗？这不就证据吗？我还能骗你吗？不能骗我，宝贝，你啥人我还不知道吗？现在关键没有2000了，就剩1500了。我不挣钱了，我拿出500块钱出去 K 歌去了吗 ？KTV 去了吗？哎呦，500也行啊，这不就是个证明吗？主要这事儿得跟大里边说清楚。不是你，关键是投1000挣500，这没啥说服力呀、啊，媳妇儿，这事儿，这让我爸知道，撑死就得投50000块钱。你说后期的多后悔，本来能投100万挣200万的事儿，你说。哎，不行的话，那不行，我拿我的名额再投500块钱吧，完挣1000，我给我爸证明一下子。哪还有名额呀？你这名额不就投500，不就可惜了吗？你再让你爸多投点呗，我还能骗你吗？是宝贝，我知道你指定不能骗我，关键是现在我没有啊这个钱呢。你说，如果要是能让我向我爸证明一下这事儿，最少都能投50万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家那啥私人飞机来了，给我家草坪等半天了，我得出发了。你家有私人飞机？我上英国看我妈，我不行。那个，哎 ，Tom 上校 ，Good morning，please wait me，thank you。哎，宝贝，我不跟你说了，那 Tom 上校等着呢。哎呦我的妈！不行，问问他吧，看他愿不愿意投吧，明天。老公，这名额不等不了了，明天截止了。宝贝，那我不行，你借我500吧。我借你500，哎，不是，老公你。哎，别说了，就怪我家穷养儿富养女，你说。我本来想跟你好生活，我要拿着这挣点钱，挣不着，你说我想跟你在一起，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？哎，行了，哥，你别唱了，我借你500，你可一定要记得把钱打过来啊，晚了就没机会了。放心，媳妇儿，这钱我肯定，我跟我爸说，你给我发微信吧。行，我转你微信了。嗯，我收到了，宝贝。完了，宝贝，我爸说了，家里破产了，1000多万全打水漂了。那你这么的吧，这500块钱我给我爸，10年之后他东山再起，我返你10倍啊、哦，宝贝。你等着，你等死吧你！我等你，我还有最后一句话给你，我爱你，尚在人间，就不要鬼话连篇。